2023年9月17日下午，在美维加斯的台湾同乡联谊会举办每年一度的庆双十贺中秋联欢，在蓝天文化中心隆重举办。活动由王健平会长和顾雅文主持，同时还邀请到了驻旧金山经文处副处长朱永昌、维加斯市长候选人舍利伯克利、美国会众议院议员苏西利。那好吧，一起来现场看看吧。我们整个活动。谢谢，祝大家中秋节愉快，谢谢。